师晚上都几点睡觉？两三点。曾经做过最疯狂的事情是？一个人来这边吧。Yeah。最近最想完成的事情是？跟朋友们去旅游。最喜欢家乡的什么东西？爸爸妈妈做的菜。最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电影？Action movie。没有工作的时候喜欢待在家里还是跟朋友出去走走？先待在家里然后再去走走。那你喜欢一个人旅行还是跟朋友一起出去？跟朋友们一起出去。最喜欢的台湾食物是？盐水鸡。那最不喜欢吃？姜。 Anything 有姜我不碰。等等收工后想要吃饭。请用一个形容词形容自己的个性。 Chill。你觉得自己最像什么动物？就是那个躺在水里，然后那个他们两个那个牵手那个 otters，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，反正就是他们是躺在水里，然后超级动作慢，然后他们是牵着手睡觉，然后天天就在那里飘。对，我觉得应该是他们。最喜欢的颜色是？最喜欢的颜色黑色。最近的口头禅是？这个东东那个东东。你的座右铭是？座右铭。我的座啊！哦，应该是这世界上什么人都有。Yeah。你的理想型是？理想型跟我沟通的来的人，对。平时出门习惯素颜还是化妆？小遮瑕，但不画眼睛。只要没有工作，不画眼睛。如果只能选择一个保养品跟彩妆品，会选？遮瑕。平时穿搭必备的单品是什么？单品哈？啊！我最近是天天会戴珍珠耳环，只是今天。刚好没有戴，但是我最近是这组耳环。对。那最近最想听谁的歌曲？李荣浩啦，唉。那请你唱一首最近最喜欢的歌。嘿嘿，我自己的新歌《Game Boy》首唱。OK， 我想想 ，Game Boy。我不是你的小心 Game Boy， 别把我当作替代品 Game Boy， 不会再写歌给你听 Game Boy， Don't need you to give me a ring。 那最近最印象深刻的演出是哪一场？印象深刻哦，我自己的表演吗？哎，我生日的时候，我那一天有去好几个校园，然后其中最后应该是高雄的一个校园，我就唱着唱着我就哭了。然后这是人生当中第一次现场表演会哭的一次，所以那一次很难忘。那你最喜欢自己哪一首歌？ Game Boy。我不是你的小幸运，狂打歌。那如果你的人生是一首歌，你觉得它的歌名会是什么？ Chill out。对。如果今天不当歌手，你会选择做什么？我要做菜、做饭，就这样天天可以吃东西。那你小时候的第一个偶像是谁？第一个偶像，一个日本的。演员叫做 Ikuta Toma，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，我们之后再 Google 好了。那就是如果你今天遇到地震的话，你第一个会拿走的东西是什么？带走逃跑的东西？护照。先飞出去。地震还要搭飞机是不是？对。先拿走啊。那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了，你会最想？哦，就放空吧，就 chill 一下啦，然后看个风景，喝个汤，吃个饭， relax， 睡个觉，对对对， chill 一下，对。好，那没有人知道你就是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艺表演，没有人知道。就是你知道 thumb war， 就
就是要比那个就是这样子，对对对，然后我就是很厉害，我就男生就是多壮的男生我都可以，就是我的大拇指好像很灵活 ，I don't know why， 然后就可以打败人家。那等一下有挑战者。好，来。好，那你等一下拍摄完会想要做什么事情？睡觉，吃饭。好，对。好，那我们收工了，拍完了。Bye， 我去吃饭了 ，See ya 。